Hi guys, Junjun here. So right now I'm in a car driving through the desert in Inner Mongolia as part of a trip heading to the west of China. We visited a mosque and right now I cannot wait to share with you some clips. Check it out. 你好。你们是刚做完礼拜吗? 我们是学习的。在学习啊? 是几点啊? 几点开始学习啊? 八点。八点。 哇,你们都住在这附近吗? 对。我们老师。哦,哪位是老师? 那你们上课的话都教些什么呀? 主要以古兰经为主啊，哇，你们头巾都好漂亮呀！对，那像你们的这个头巾都是有专门的这个绣花，对吧？是有很多的那个样式。你自己找吗？ 啊，这是你做的吗？买的，买的，你的这个也好漂亮啊！这个对，还有蕾丝，然后上面这个还有小珠子，特别好看。对，就是奶奶年龄多大呀？ 70多了，七十多了，是吧？不等，啊，二十来岁，是从小就一直是信仰伊斯兰教吗？从小就在学习，但是到70多还是每天在学习，是吧？家庭里面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，下来我们都是祖祖辈辈都是信仰伊斯兰教。Hello。